去了底啊，讲即位顶冲强，万里山点睛，三幺不流行，得披先行，有国安民，卡达故乡，今扫阵地。我睡过头了，哦，昨天回家睡了一觉，起床马上来追，到那个定点，然后电压工就马上来了。现在我们电压工在展厅这边哈，因为刚才看到老板娘，哦，为了跟他拜拜啊，跟他求，哎，他跪完之后，我们电压工就进来了。休息15分钟，好，神明的交流，15分钟结束，好，咱准备往咱前边可以前进。一起来搅拌，对的。啊，各位看一下这天气多热啊！现在11点啦，套中岛在爬山。在这里进去停一下，因为那个老板娘在驾护两岁了。真的，地下工真的停下休息了，哦，好心人，哦，可是有好报啦，感动。好，休息10分钟后，继续出发。前面那个坡真的很陡，哦，我看到都腿软了。哦，这个还不是最陡的哦，等一下上去还更陡。我觉得我要找个车来坐啦。真的陡，不是开玩笑的陡，不要看那个我是斜斜拍，但那个是路很陡，超斜，哦，穿个被睡。
正中午在那边爬山的吗？靠北啊，这样车过了，我真是坐不到车了。你看，坐多尴尬就有多尴尬，没得后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认真说，我真的追不上，我喘到不行。这证明了，哦，要运动。OK， 我搭了个便车，哦，直接跑来山上，然后就遇到我们头起了。插嘴鸡啊！哦，兵工不停工，头起已经先插在那边，可是不知道等一下贝亚公会不会进来？哦，先暂定在这里。Later。好，我们贝亚公真的上来了，哦。天假吼，啊，底下休到两点，下晡两点，哦，因为中午太热了，大家在这里休息，吃个饭，哦，离我们寿天宫剩一小段路，加油加油加油 ！OK， 我们现在两点到了哦，阿兰头皮已经出发，好，阿兰大哥，大哥准备要去行 ，OK 啊，咱即马离寿天宫剩四公里，哦，我们五点多要到，这段路其实因为在爬坡也是蛮陡的。上去这一段更陡。超级无敌大斜坡哦，这一段终于比较不会那么的酸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一段哦，就是稳稳的，没有很陡，但是慢慢的往上爬啊。我们的南投寿命宫哦，阿来上梁柱啊，阿来贝亚宫来祝贺。被他的两对嘎吱呀！
为什么我们加工建起来这里，因为上面是白沙屯妈祖，所以我们妈祖婆跟我们加工啊，定要在这个地方哦，免费一百。这个已经被我们加工这个自由工，已经被干妈都不行。妈祖婆还是坚持哈，在这里停下一下下。有些人可能叫 hockey 啦，基本上因为我参与好几年了嘛哈，这里我知道了，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。基本上只要有来到这里，阿拉呢、地下宫、阿嘎赖、妈祖婆都会来这里停下。来啊，你们休息时间，好到了，继续出发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发。风雨自开江门，喜笑迢迢我目前落晚影。春晚桥听思卿，顺游日日夜夜心加甘霖。春雾顶秀不分风雨困，困眠西北可见香花香，两桥去流浪是自己路程，何可不用相等？答不人心，喜了地也空，感觉人难穷，痛急救众生，共团心存人心的万民，同我天尊普度众生。在做什么事情，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哈，因为我就不用多做解释了。这工听起来在那休困，现阶段那个区域那个环境，你看到大家都离得远远的，哦，对，先暂停让它净化一下。好、哦、啊，单单休困时间出搞啊，那刚可以出发。好，短暂停留休息，继续出发。